我们的游戏结束了。那是惩罚醒哥一个人啊。那既然今天醒哥输了的话，可能醒哥就要体现他的 super power 咯。因为我们的终极惩罚就是，那肯定就是把碗洗了呗。嗯，就是离开这个节目组，差不多也到时间了。好，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大家今天整个一天过得还愉快吗？因为我们的终极惩罚就是，我们把今天所有消费的单据全部列了下来，这个游戏就是最后输了的人要来结账。哎呀，这一点点算什么？这一点点是早知道多一点。谢谢苏总，谢谢苏总。可以再商量一下吗？就是最近的工作没有你们以为的那么多，好不好？你们想听听今天的消费吗？好，多少钱？好的，来听一下。今天的消费明细是这样子的，我们在超市购物花了702块钱，然后醒哥和月星没有全程购物，却在门口玩游戏。左侧，花了12块钱的游戏币。12块游戏币还算吗？怎么不算呢？然后我们今天到外面吸水纳凉的时候，导演组提供了一个西瓜。哇，冰镇西瓜耶，是40块钱一个。然后还有昨天早上，昨天的还算到一起了。今天的这刚刚才开始，刚刚开始呢，昨天的还有前天的呢。没事，艾伦这边支持微信付款。我们还有我们去西医院哈，您知道吧？哎，好嘞，谢谢啊。哇，我们还有最后一个款项，上一次虎哥来的时候，等会儿，我只负责王月心、王铮亮，我们四个妹妹。你上次张远跟陆虎关我什么事？因为上次虎哥说你们是好兄弟，你一定会帮他买单的。一碗水鸭汤128元。我跟他一点都不熟好吗？我根本就不在乎他好不好？没有必要，没有必要， come on。 两个狗真的是不是。哎，这没有，上一期跟这一期不能够去串联吧，没有必要吧。但是你们的友谊是连在一起的，其实也没有那么的牢固，说实话。就是可以随时就散了，就还有什么？都这样了，继续还有什么？真的是，就是这些了。还行啊，醒哥，谢谢老板，谢谢醒哥。咱们这个节目是有手机的，可以用手机微信或支付宝来支付吧？不可以，不可以。你们给我们手机。还不给我们用手机支付？你有现金吗？他把钱给你，你把现金给他就完事了。黄英，别这么激动。不就是不能用手机吗？那有什么？多少钱说吧。多少？拿去。够不够？谢谢。看一下，是不是有1000多？哎，要找钱的，要找钱的。1200不用找了。Cool。那些明天月薪亮哥还在拿着花。谢了吗？那我们呢？苏总啊，苏总，我可以。Everything， 你真的是任何时候都有那种。对啊，我们怎么办？不是不是，他们的钱就是给你们花的，好不好？这些剩下的 cash 呢，不是给你们俩。是因为我明天要走了，你们两个必须照顾好四个妹妹，好不好？ Okay 啊，这个钱是给他们花的。好 ，OK 吗？好的，没问题。舒坦了。没问题。哇！谢谢苏总。谢谢苏总。特别开心啊！这两天跟四位妹妹师妹，谢谢黄英。
谢老哥，祝你幸福啊！哎呦呦呦，我的，谢谢，你也幸福。谢应荣，谢谢美涵。哎，你俩送我一下行不行？我这撤了。你要去挣钱了，我送你。你刚把我钱拿了，能不能现在送我去小桥上？送什么？哎呀，真的。走。毕竟是把这几天的所有的费用都包的，我们怎么能不送呢？哎，那个是什么？那个是什么？浏阳河的最著名的烟火。这是烟花啊！我还以为这是榔头呢，是烟花。我们可以自己放吗？哇塞！浏阳的烟花。举世闻名，哇，真的吗？我作为一个湖南人，这个是我们湖南人的骄傲，真的啊！咱把这个锤子点燃，锤子其实四川话不太好，锤子，啊，没意思，陕西话也不太好，也不太好，不重要。锤子在这个时候就表示我们一锤定音，我们努力的做到自己想做的事情，锤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我们先点好这个，这都什么效果？你们先试一下。我跟你说，浏阳烟花很猛的。我先帮你们试一下好不好？看一眼，先看一眼，再看一眼两个。I'm looking up. Beyond.咱们想唱就唱的夏天越来越好。我就问一句，苏老板，这个钱你不会要收回去吧？快赶紧走，拜拜，记得那个钱不能再被他抢去了。谢谢，拜拜。太猛了。哎，但是我看他们三个背影，我真的蛮感动的。因为要是没有这个节目，我们来到浏阳的话，你看我们都多少年没有见了，像我跟潘晨，十多年没有见了。我你俩十多年。对呀，所以我们就不会有这个机会，对吧？说实话，刚刚哥哥们自己聊得特别开心的时候，我站在旁边是有一丝丝小小羡慕。什么叫默契？什么叫兄弟？爱不爱你？爱不爱你？
会觉得可能我们真的没有那么多机会成为那么好的朋友，但是我们可以从现在开始慢慢，是的，慢慢开始聊。好，各位，很重要。不重要，接下来的时间就是我跟亮哥，我们两个哥哥陪伴你们。钱没被抢走吧？在这吧，在这，在这，放心，放心。放心。明天的够了啊！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继续明天摆烂躺平，好不好？好，摆烂躺平。好，躺平。那你说说我们明天能几点？